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灰灰，我现在是在农村乡村的一个小公园里面，小公园里面有一帮外地人，过来我们这边福建表演打铁剑，用福州话讲就是爬连杆，是不是很久没看到了？但是现在这个打铁剑啊，有配背景音乐，就容易造成版权的问题。但是有点不好的话，它是音乐放得很大声很吵，以前的打铁剑是没有放音乐的，全靠才艺跟主持人的说话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耍猴戏不改耍猴戏的，改成耍狗戏。我是来看一下他最终到底最后卖什么，最终都要销售东西嘛，都要变现嘛，还要卖什么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朋友们都知道，小狗是我们人类最忠诚的朋友，看家护院那是无所不能。今天晚上，朋友们，这只小八狗将给朋友们带来欢乐，带来开心。来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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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什么老鼠这么大？站起来，走上一点，来给朋友们打个招呼。来，哎，你别看他啊，来，走，走上以前，走个一步也好，来往这边走。对，朋友们都知道，小狗是我们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啊，看家护院但是无所不能。来来来，站好了，走个一。哎，位置好。看一下，对对对，哎，好好的表演啊。还是挺多人看的，我是下班回家的途中听到他这个车啊开到那个路上，然后大声大喇叭说今晚几点几点在哪里哪里有表演什么什么节目。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哪里人了，外地。哎呀，玉屁，我从小看这个打铁剑也好像也都是那边的人，那边有这个传统，还是小朋友喜欢看这个。刚才上网查了一下，他们是河南周口的，河南周口是中国炸鸡之乡啊，难怪他们到处演着搞炸鸡。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最后变现是怎么变现，是打赏方式啊，还是卖东西？把你们把猴子给他放出来。这样看下去应该是两夫妻，这个是他老婆，这个是他老公，他们两夫妻在这边表演，然后带一些狗道具，然后一辆后面的厢式小货车，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，然后在走南闯北中国到处表演，最后看一下卖什么东西吧，还有他们要表演多久，还是挺多人看的啊。没有来到演出现场的朋友啊，咱们也互相宣传一下，拿着你的手机通知一下咱们的亲朋好友，演出只有一个晚上，好机会不要错过。这里有大型杂技、神奇变化的魔术、公开公演、露天表演。慢点，别把牙弄掉了啊！来一个篮球，一个木棍，他能玩出花样，玩出技巧啊！等一下，让小伙子给大家来上一段中华硬气功，钢枪刺咽喉。朋友们看一下，钢对钢，枪对枪，钢枪刺在咽喉之上。你看这小朋友是灌篮高手啊！来来来，走啊！来，看好了，一二三，走！怎么样？哎，没事，给这个小朋友也练上一球啊！小朋友玩个高兴，玩个开心就可以，是不是？高兴了，开心了，咱们都没有白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着，还来个反弹球，你看啊！你就把他这个木棍当成那球篮子，你给他投一投，撂一撂，你看他能不能接得住？咱们看看这个单车。哎呀，哎呦呦呦呦，那个草地不平，慢一点。哎，人家都说啊，演杂技要有一个好的场地。你看今天晚上这个场地不太平，骑的时候小心一点啊，不要掉下来砸到别人了。哎，今天晚上不但人表演的好啊，我们这只小八狗也非常聪明，会的节目也比较多。那小八狗等一下还会射箭术、跳绳、跳火裙。来，把小八狗的障碍先拿上去，咱们也让小八狗活动活动。别看小八狗腿不长，蹦得挺高。站好了，来，哎，听我的指挥啊！你站好了，你不要偷懒，我数上三个时你就蹦过去啊。蹦的时候慢一点，来，
站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表演好了有大鸡腿，表演的不好鸡屁股也没有啊。来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停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没有掌声啊？来，小朋友给他拍拍手鼓鼓掌，让他蹦一蹦跳一跳，走。哎，你看这家伙啊，这地不平，站不好啊，慢一点，来，再来一个，蹦高一点。哎呀，你看这小短腿蹦得还挺高。对了，啊，小八狗很聪明，会的节目也比较多，一个比一个精彩，一个比一个好看。没跟他鼓掌，好的话来掌声，来给他支持一下。来看一下，人跳的好还是口跳的好？要是感觉这个人跳的好的话，来掌声给他支持一下。要是感觉这个小狗比人跳的好的话，来掌声给他支持一下。哎呦，那就很明显哈，这个人还不如狗哈，还没有狗的掌声多。无论人跳的好还是狗跳的好，这个小朋友呢，狗跳的好。这个小狗呢是非常的聪明啊，等一下有小狗叫火圈，还有小猴子骑单车来带给大家。今天晚上节目多，时间长，咱们等一下啊，还有一台车，还有几个演员在路上啊。今天晚上节目长达90分钟，有一个半小时，杂技、魔术都一一的来带给大家。来，演出准备开始，演出咱准备到点。来，一段重化武术，空中倒立。来，好朋友，掌声来给他支持一下。哎，看到精彩之处哈，左手拍拍你的右手。今天晚上是有你想看的，有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，让你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好了啊，咱们小朋友演出的时候千万不要跑动。你看杂技没有100%的把握，今天这个场地也不太好，万一等会儿啊表演高空节目的时候摔下来砸到你们伤到你们，车门在外也担当不起这个责任，对不对呀？首先也非常感谢咱们到场的每一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这里观看我们的表演。今天晚上好年头好兆头，精彩的节目都在后头啊，先热热身。等一下小妹妹卖一段传统杂技桥头软钢丝带给大家，还有手技火把晃板弹丸，朋友站到这里慢慢的欣赏，慢慢的观看，有的大哥就笑了。你今天晚上来到这里不搭谱不卖票，是不是又来做什么宣传打什么广告的呀？好朋友，说实话啊，如果说咱们在演出的过程中啊，我做一点宣传，咱吃啥喝啥呀，对不对呀？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，今天晚上朋友们来到这里慢慢的观看，站到这里开心一笑都没有白来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样演出之前朋友们，今天也是受到咱们广东智讯电器厂廖老板的委托啊，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家用的小电器。有的朋友说是啥呀，来，小伙子给我拿出来，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啊。啊，人要吃饭，车要烧油，都是为了生活，对不对？今天晚上朋友们，咱们带来的这个电插座啊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先了解一下。有的朋友说表演就表演，拿个插座出来了，电插座每家每户咱们都用得到，对不对？首先朋友们看一下这款电插座，它和你家里面的多多少少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有的朋友说有什么不一样啊，来，我打开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啊。来，先打开看一下。首先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电插座，它的做工啊，插盘比较大也比较厚实，而且插孔非常的多，两边中间全部都是插孔，它有防水防爆防漏电耐压耐摔。有的朋友说有多结实啊，来，我让你看看电插座的质量好不好啊。来到这里朋友，每一个插座来收你们20块钱，有效的朋友咱们准备好零钱自己大步的走上来啊，没有带钱的朋友也可以手机支付，3分钟的抢购时间啊，咱们可以走上来看一看瞧一瞧，有需要的来，没有关系，不用不好意思啊，电插座每家每户咱们都要用啊。来到这个地方朋友们，演出啊咱们不收费，今天晚上咱们带来的这个插座，如果说您到电器城到五金店到大超市，您别说花20，您花30块钱买一个看一下，和这个对比一下，对不对呀？我不说有的话，你可以对比一下，可以看一看。常言说得好，闲是买，忙是用啊。等你想用的时候，还真不好碰。20块钱，毛毛雨，人人都能拿得起来。现场的老板大哥拿到手中看一看，摸一摸，每一个插座收大家20块钱。来，咱们也不是天天来做，他这个还可以啊，机会也不是，最终也卖了10几个。正好我今天晚上还有人主动上去买的，哎，你可以看一看瞧一瞧，有卖了十几个，你买上一个。说实话朋友，我今天晚上但是有点表演的卖货的时间比表演的时间长多了，他可能卖货卖插座要卖30分钟，刚表演就表演了20分钟，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，
经过手，所以说好朋友只收你20块。刚才的那个喇叭里面呢，对，就这个声音，这个微信收款20元，但是这个声音是乱七八糟的费用，播的声音就是没有人付钱买，不同样的价格，它有那个声音的。今天在现场我说了，你拿到之后看一看，20块钱他要。是的，有卖了大十几个了，是不是还不错。对了啊，碰到在演出现场的老板碰到这个机会了啊，你可以带上一个咱们这个电插座，它是很结实的。他口才这么好，怎么不去做直播啊？直播卖货，这个卖更多啊！一磕，哎，一摔，碎掉了，烂掉了。哎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，这小宝贝挺好啊，不难走着，钱不少了。好了，哎呀，哎呦呦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小哥哥，慢一点，来来来，好嘞，哎呀，这小宝宝真聪明。好了啊，咱们开始表演节目，带给大家接下来办一段精彩的逛板弹丸，带给朋友们啊，我把道具准备一下。有需要的老板，咱们招招手，趁到这个机会了，也就是一包烟钱，对不对呀？少抽一包烟，少喝那半瓶酒，买个安全，咱们用过放心啊！来，给后面的老板也带上一个。看见没有？看绿绿的手上，每人手上都有一个，最少卖了20个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是20个应该。嗯，他要一个没卖掉，马上收摊就回去了，知道吗？他有卖，他还会演一下。来，好朋友，咱们下面来办一个杂技表演，来带给大家。如果一个没卖掉，他说话还会很难听。你们想一下哈，平时花上30元钱、50元钱买到一个普通的插座，他就卖插座吗？还其他还卖吗？应该还卖别的。一边过来看，应该还有卖别的。嗯，等一下还有别的东西拿出来。那如果说你是在这边这么多天了，不至于是那种5、6个产品，应该还好。还好还好，应该还好。如果不好的话，那人家早就是过来打了。是，没错。如果卖十几天的，那就还好。差不多有10天了。每天开来开去嘛，我有听到啊，在楼里面也听到，我说在哪里？啊，今天我说彻底，小朋友一直说你一直说要带了，带我来，就是骗我。那我说好，那今晚刚好有空。好，朋友看一下，一个葫芦两个板，看演员怎么耍，演员怎么练。以前是卖药，知道吗？以前卖狗皮膏药，现在不卖药了，现在改成卖这个了，因为卖药会出事情嘛。这个小朋友要买，又拿钱过去了。又买一个，好，有，你看嘛，今天这个场地不太好哈，好不容易看一下，就是演员站了一下，没有3个月2个月也站不上去，光站上去倒不算，增加难度啊。咱们首先拿着两个碗要给它放到头顶之上，来再拿它一个碗，把这一个碗放到板子另外一头，打到头顶的碗子中间，看一下能不能给它表演成功。好，来，好朋友，掌声来给它支持一下。哎，看了精彩的手法，左手拍拍你的右手。有的朋友说了没有看清楚，咱们再来一个，杂技好看，功夫难练。好，一个碗翻上180度，另外一个碗要翻上360度。好的话就掌声给他支持一下啊！俗话说，放屁放上帽子，这就是功夫，对不对？再不来吧，可以，抓到了，好香，好好好，好，鼓掌。好看又好玩啊！不单。哎，我拿出来给你看一看啊，这个盒子里面放的是个啥？不要，又卖东西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听又好看，哎呀，哎呀，上吊了啊！来来，10块钱，每一个10块钱啊！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家里面有小宝贝的呀，可以给小朋友买一个，拿回家把灯光一关，整个房间都是这个七彩的颜色，是很漂亮的啊。
他先是卖大人用的插座，然后卖小朋友的玩具，等下就卖老人用的暖手宝了。看嘛，把所有观众的需求全部给算计算进去了。这里卖三五十个吧。也确实也确实，十块钱也不贵。手上也能赚啊！你放手上转一转，手手掌心放起来都能赚的。恭喜收款十元。看到十刀了没？恭喜收款三十元。哎，很漂亮。恭喜收款十元。哎，小朋友，你就这个平的地方啊，只要是平的地方都能行走啊。轻轻的拧一拧，轻轻的转一转，好，好了。好了，收回去。你看，咱们大人少抽一包烟，小朋友高兴好几天，对不对呀？让孩子玩个高兴，玩个开心。黄牙，咱们这个牙膏呢，它可以美白牙齿，保护牙龈，对口腔疾病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。那有的朋友说了，我有这个牙疼，黑牙黄牙，你真的能够刷好，真的能够刷白，刷洗干净吗？好朋友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来，简单的做个实验，让你们了解一下，来看一下啊。如果说你有黑牙黄牙，牙齿给你刷白，刷洗干净，你别说38，就是48，它也不贵，对不对呀？那有的朋友说了，今天晚上咱的演出，我们要带上一盒，你们是不是要收我们38元钱？好朋友，你听好，今天晚上38不收，28也不要你的，收你多少钱呢？我把这个价格说出来之后，你在超市里边、药店里边绝对买不到的一个价格。今天晚上，好朋友，价值38元的牙膏，每一个牙膏收你们小小的20元钱。西安走上的朋友，20块钱拿了3盒啊！来，有买有带，抓紧时间。有大型的魔术来带给你们啊！今天晚上节目多，时间长啊，一个一个的表演，一个一个的奉献，来带给大家音乐，准备一下。啊，现在有我的燕子小妹妹啊，给你们来表演一段手机火把。好看，功夫难练，手机火把带给大家。在这里祝愿咱们在场的朋友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来，好朋友，掌声来给他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好。今天咱们都是真功夫啊，看着挺好看的，杂技本来就是欣赏的，看着好看，练起来难度比较大的啊。那不知道伤了多少下，受了多少伤，才能练成，才能在舞台上有成功的表演呈现给大家。有的哥哥说了，小妹妹，你们来到这里表演，演到现在了，家是来自哪里的呀？这样吧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别等会演出结束了还不知道我的家乡来自哪里。常言说得好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啊。小妹妹的家乡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。我呢出生农村，说实话，从小就在我们河南开封，跟着我的老恩师邵老师、邵明志邵师傅学杂技练武术。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也是要给我家老恩师呢做一个口碑宣传啊。练杂技的时候，像我们在练功的当中翻跟头也好啊，就是练那个高空节目也好，那经常摔伤扭伤。杂技配方两盒是一个疗程，今天晚上每一盒好朋友收你们20块钱的零钱，每一盒收你们20块钱。杂技配方专用酒，拿到手中，拿出你的手机扫一下这个盒子，看看是不是原装正品啊，看一下是不是原装正品，你可以查一下。刚才有位大哥说音响太吵了，影响到我了啊，所以咱们今天晚上呢也到此告一段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演一半留一半，咱们留着以后接着看，非常感谢大家，祝咱们在场的好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。好的，他这个表演就结束了，他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说有人跟他说李老明你要早点结束，其实他是东西卖完了，最后还拿出什么磁料眼镜出来卖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后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他自己也把灯光关掉了，就说明东西卖完，钱赚够了。后面承诺大家的什么大型魔术表演啊，还有一个什么哦，还有一个什么重叠独轮车啊，这个都没有表演了。但是刚才不是有个大姐说吗，她在这边已经连续
这样子打铁剑已经搞了十几天了，我给他算过去，他一天晚上能赚个五六百七八百应该是有的，起码他有表演了比较真实的杂技，不是纯忽悠，不是纯带货，他是杂技表演一会儿，然后带货带下，杂技表演一样带货带下，就是这样子，也不是纯带货了，也有才艺表演了，总归还行。河南周口杂技之乡，好吧，本期在乡村看福州打铁剑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，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订阅点亮小铃铛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